是谁？赵一杰。啊，不想。那可以先开始，没关系，你先用真正先。但是你音都音不高呢。请敲三下。请各位局处首长尽速到座位上就坐。现在开始开会。下午第一位质询，陈正贤议员。待会不好意思，张昌仪议员。小主席，是副局长吼，啊，市长、副市长，啊，各局势的主管吼，包括这是张的媒体吼，张的媒体，咱段委吼，就着会线来，会线来就是阮代理有情汉旗。医疗一个不了焚化炉，伊即个操作时刻已经特别到去，特别到啊！吼、哦，要搁伊要搁要申请，希望讲是毋是会当卖互申请？因为阮有两千几人人数，总共发现来四十几个人伫阮附近，四十几个人过啊！吼、哦，啊，即款呢，你若要讲合法，我听袂落啦。咱台地路，咱合法的一个。咱这个商业区吼，阿伯嘞做补习班呢，嘛发跳跳就跳跳。啊，伊这是会死人的哦，希望是毋是环保局长来承诺一下，袂当个做麻烦者啦。我们是不是请环保局局长先做个简单说明？我做许可，袂当个继续啦。是，谢谢一周的关心哈。那我想这个工厂哈。他依法来申请，我们就依法来办理。目前我所了解说，像目前正在展延，我们也正在审查当中。嘿，无啦，袂当展延。我讲医疗一个不，你从这款的这死人呢？较早太平我做分装厂，迄嘛合法的，大兴做嘛是抗争，硬抗争掉。啊，这是四十外人呢，我跟你坐，你坐，我请市长做一个明确的案，讲超过许可，袂当开，袂当展延，安尼好无？市长你讲？安尼讲咯，因为卖讲这是打一档啦，这事实是死啊侪人啊，包括议员亲身都着发现来，伊进行超标，吼、哦，戴耀新是超标三倍外呢，罚一个几十万是要创啥？啊，这款呢，拄着这个时间，伊都要搁申请，咱就卖让过着啊。市长，安尼安回答一下。市长要不要做个简单说明呢？报告议员哈，今嘛环保局在审查中吗？我这个属性案例包括伊冇抓到，戴耀新超过三倍我。你普通有诶，就要落恁成功，搁要用罚几千万，啊，这款呢无严重啊，死啊侪人无严重啊，搁。进前嘛，我来去了解，谢谢。进前有五个里的里长嘛，连输输两千几分啊！啊，拄好这个机会是不是卖过展演？一定按我到无？好，我们是不是我到无啦？一定你慢讲一下。议员，我去了解这个报告，因为今嘛的今嘛的工资啊，我可能爱了解一下这个报告哈，谢谢。尽快，好，谢谢。好，谢谢张议员陈正贤议员。谢谢主席、市长，然后各局处首长、议会同仁，然后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哦。主席，本席来提醒一下哦，头大像这这重大民生问题，应该要用紧急动议哦。在会议进行中，以用权力问题，其实。不太妥当啊、哦！希望你能够下次可能也要斟酌一下。我们说伊无西蒙，伊应该爱蒙吧？一点爱蒙，这是紧急动议，攸关当地的人民的一个生活的环境，而且他的生命应该要用紧急动议。然后在会议进行中，你随时可以来处理啊、哦。你家修先生请告起定哈、哦。那每年的灯会在办，其实这个用意是在元宵的时候办灯会，其实这单。我们中国人传统的一个风俗民情，
本电会意义，我相信就是讲，要希望能够点亮城市，然后大家能够看到希望，拥抱幸福，对啦吼。其实这是咱中国传统的风俗民情，用一般是安尼，按望讲，你几年多来底，会当风调雨顺，民众会当看到新的希望，会当有更较好的幸福。但是我看到你整个台湾灯会的选址，你选一里后里的35公顷，但是一般来点灯暗时啊，会当个时间较长的，才4点钟的时间。我唔知道你是要让民众去遐看灯会去赏灯，还是要去遐行军？35公顷，4点钟行完未？老弱妇孺35公顷的所在，而且你啊用的预算是3亿5020万。中央目前确定给咱的是才600万，另外1200万还不见得有。总共一答应马上1800万，目前到位的600。我唔知影讲哦，市长用你35公顷分做3个灯区，包括你后里遐两个所在，你这个敢办会成功？你的地点是不是要重新再考虑一下？万不会开遮济钱，又搁像花博安尼办甲里里落落。而且花博你短短6个月时间，才730几万人，你凭什么在16天的时间可以来到1500万？过去2015年，林佳龙市长咧办的时阵，离咱那个高铁那个区域在办，一号称16、17天来1300几万人，平均一天来80万。曾经进前嘛，佫发一个新闻稿，拜托大家嘛，佫礼拜啊，人已经足济啊，现场游泳超过2-3百万人，你看到鬼？迄个所在要生2-3百万人，即、這个1300几万人到底有碰风无碰风？暂时卖讲，市长好好考虑，你分成3个灯区，这到时候你的交通运输、你的停车、你的接驳，这拢是真大的问题，唔茫开遮济钱，佫办无成功，办啊离那个。完全没有汲取花博的这个教训，其实你要好好思考。另外，你文心森林公园，本身有看到一个报道讲，啊，无迄个所在，交通部讲啊，无你卖办，这个所在未来我交通部来办，啊，你能当先开钱。我来讲吼，伊这个建议袂歹，你将迄个灯区移民今年的每年的台湾灯会交予交通部去办，咱台中市办台湾灯会，摕600万买买买个摕啊，啊，我们文心公园。森林公园，咱来借伊，大家收租金，哎、欸，要办16天，还要办20天，一天看要甲收300万，啊，钱起来嘛得四块，安尼无？市长，你看安尼无？伊都爱办好一办，啊，大家收租金落啊，啊，伊办伊个，咱办咱个，咱办咱个台湾，咱办咱个台中灯会，台湾灯会好一办，伊都靠我办好一办。你要临近的一些交通配套，你还要帮他做，才好你一个600万呢，啊了。办了好，讲爱交通，交通部做何办呢？办了歹，你台中市就甲办歹，啊！你们做啥戆代志？第二项，山海线市长，敢有人咧揢家己咱市库的钱咧替人买财产？啊，财产搁何人？爱干嘛呢？可以这样子吗？市长，他说铁路的这个权属是属于中央的，未来营运也是中央的，但是咱爱开300几亿。中央咱的自产非自产，包括各地要开360亿，中央伊个要出353亿，世间有这代志吗？你开360亿，替人买财产，以后赚的钱搁因替伊，有这种事吗？恁台中市民真济冤无处，无用替人来买厝好无？买厝来做些财产，你敢买？市长，你看你敢有通？可以这样子吗？没有说什么附带收益的，现不现？你就是要开300几亿去替买财产。啊！你啊，未来管理个因的管理，啊，财产买卖个人兜的，你这个物件你也这样做嘞吼，大家用市民娃娃都该笑死啊，是不是呢？而且哦，我在这里要真的要，接着请阮玲勋议员发言。主席，
市长、副市长、各局处首长及议会同仁，还有媒体记者好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首先哈，也针对这个我们今年这个灯会哈筹办会的专案报告，本席认为说，这次我们台中市好不容易争取到这个台湾灯会，这是属于台湾灯会的一个大型的一个活动，那也是大家所瞩目的，对不对？那我相信林局长也非常用心在这向中央争取经费，那这是为期16天的这个活动，啊，今年的这个灯会的报告哈，希望我本席是认为啦，因为这是我们台中的一个大事情，本席认为说议员们哈，也是我们台中市民选出来的，我希望说议员们哈，全力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灯会的这个补助甚至活动的进行，来全力支持啊。本席也认为说，在卢市长在拜会我们各个议员，很受我们的这个各个议员的肯定，市长在各方面的这个市政哈，都能够跟大家来沟通，就是要让我们台中市整个发展哈，能够达到国际的一个视野这样子。那本席认为说，您刚刚提到说，就是台中市灯会这次叫水灿灯会，那未来是不是能够朝水灿灯会这个再做一个 slogan？ 还有这个台中市有29区，那29区它有很多的产业，甚至农业，甚至我们很多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我们的美食，这方面可不可以来做一个它的一个 know how 的一个 push 哈，来把它规划？然后因为相信这个，因为大家期待这个台中市灯会，它是一个标的。但是如果在这个产业各个行业哈，包括食衣住行来做一个观光旅游的这个动线的带动起来，相信能够让我们不管背包客，甚至的这个国际的观光旅游客，他们来到台湾台中一定能够很有感。这个也是本席认为说，这个是因为在上一次这个花博花了89亿，那我们这次在这个中央就申请到1800万。那本席认为是说，因为当初是争取是一亿嘛，对不对？那一亿的话，本席是认为能够在连结周边的苗栗，甚至南投、彰化、中部的很多的县市来做一个连结，那帮他们做一个观光旅游动线，甚至各局处来做一个纵向、横向的一个连结，把这个活动办得更好，希望能够胜过我们屏东的当初他们办的灯会，我相信我们有这个实力。好不好，局长？好，谢谢市长。那还有就是本席认为说，还有今天那个卫生局您提的这个登革热的专案报告，因为我看到高雄那韩市长他在整个登革热，他当初在中央争取的这个经费哈，因为有碰到钉子嘛，但是我相信韩市长他还是落实的把这个问题哈把它根除，他甚至就是到那个下水道那边，甚至能够积水的地方，甚至那个水沟都常常会有这个病蚊霉哈，会那个就是会残留在那边，结果他一挖，你看十几年的这个一个工程哈，他必须要用挖土机跟带很大的这个机器进去把这个都清除。你看这个登革热，它居然几乎达到的这个就是登革热它就没有再发生了，而且降低了这个登革热的一个传染哈，所以本席认为这个可能跟环保局也可以来一起来讨论，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各区公所哈，还有我们里长，甚至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很多的环保志工，平常的话哈，可以的话做一个鲁替性的一个清除的活动，因为哈大扫除大家不是过年才大扫除，平常如果做的话，第一个环境又干净，啊，刚我嘛去黑上面有一个老师给我们讲说，议员啊，你到议会的时候哈，要常常给他们讲啊，说如果环境哈整理干净，甚至家里整理干净，那个财神也才会进来，这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是重点就是把环境整理干净，第一个病蚊霉就比较不会感染。不会去传染，甚至不会再滋生，所以希望能够朝向这方面跟区公所，甚至我们各里长、各邻长哈、环保志工来做个讨论，做个独特性的这个环境整理啊，或者是跟一些宗教团体啊、慈济那些都可以来一起来规划。我相信这样子的话，我们大台中市的这个整个环境会更好，好不好？谢谢。还有最重要就是交通局哦，今天刚刚讲的捷运要全额补助，本席全力支持，因为我们上缴到中央的一年的税收是1400多亿，甚至台中市现在已经举债上限，我们的市政的工程建设难道要再延宕吗？
所以本席认为接着请杨振中议员发言。给嘉龙部长的一封信，亲爱的嘉龙部长，你是台中市民心中最软的一块，虽然市长落选，你仍然高升交通部长，掌握了权力更大，可分的金钱预算更多，但你依然旧情绵绵，割舍不掉，忘不了曾经花了百亿市民血汗纳税钱办了空前绝后没有花的花博，也许台中市是你心目中最好吃的一块肉，让你食髓知味，回味无穷。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转眼2020年台湾灯会又回到了台中花博园区举办。有句话说，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花博办得不尽如意怎么办？那就再办一次没有灯的灯会。您高昂的斗志独排众议，扛起了时代的巨轮，把委办变成了中央主办，龙友友们额首称庆，高呼我主英明啊，肥水没落外人田，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爱的龙龙市长，您看看场地的配置，你的野心何其大呀，就像越王勾践每天藏着苦胆等待机会，何苦这么为难自己，要了整个森林园区三分之二的15公顷的土地作为中央的灯区，而台中市政府像一个小媳妇一样，好不容易争取了2.65公顷，屈居一小块，要寄人篱下。敬爱的龙龙部长，你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啊！放下吧，放下吧，嘉龙市长，哎，你是台中市永远历任市长，过去106年到108年，中央政府补助地方的举办灯会的经费，审计部门都有案可查。例如106年在云林，中央补助了7838万，其他单位补助了650万。107年在嘉义办，中央补助了9328万，其他单位补助了910万。屏东县108年中央补助了1.4348亿，其他单位补助了800万。这一些
都是有案可查的。龙龙市长，您仍然是我们台中市市民心中最软的一块，请您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台中市市民好吗？敬爱。首先跟我们本会同仁做一个说明啊，因为今天是我们台中市政府要做这个中原普渡拜拜，那我们是不是最后一位质询就按灯按到53号？好，那没有意见，我们接着请谢明元议员发言。对的，主持人哈，指定副指定好，各位局处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哈。我想灯会，我相当关心哈。这个灯会是关系您一个卢市长的政绩，我希望办得非常好，不要输于屏东哈、不管经费补助多少了哈、我想你有这种能耐，经费不够可以向民间募款也可以，或者做广告宣传都可以，只要如何募，如何向中央要，我想他中央经费定有一定的程序嘛哈、你一定要做好补助的计划。他会拨钱给你，你的补助计划你要写得好，或觉得说哎，事实上真的需要，我想应该中央也不会说故意来卡台中了哈、我想我们都很支持你来办这灯会，那我希望把灯会办好，所以说你看屏东县长他办好灯会，大家讲话十几天，创造100多亿的经济商机，然后也办得非常成功，所以他讲的一句话。我台中我骄傲嘛，我希望不，我屏东我骄傲，我希望下回你是我台中我骄傲，所以我对这方面我相当关心了哈。我想林局长我一直提醒他哈，因为主定区这两次办在后里花博的园区，从新屋路高铁台中车站要到那边有一段距离，一段时间，所以万一说你16天涌进了。你说要1000多万，1300多万人嘛，平均你16天要多少人进去？那场面你可以幻想，想一想说，那么多人要到我们主灯区去参观，那时连涌塞的非常严重，非常严重的话怎么办？我记得参加彰化的灯会，我们到彰化车站，他的公车啦、接驳车络绎不绝，络绎不绝，一下车就有车可以坐，所以我想说从新屋路。然后从台北车站，哇，台中车站，那么这条路你要走，因为以往如果在新屋路高铁的话很方便，一下就到了。你现在移到那边，既然地点你们自己选，你们就自己要规划，要接驳车规划等等。哦，就是你家己选的所在，你家己来。哎，假如这所在比较不好，哦，你若爱家己爱了，尤其16天了哈、那真的是不容易了哈、人力的派遣了哈、交通的接驳，清洁人员。还有园区里面的一些布置哈，我想相当重要哦。以往花博一天哦，花博容纳量那个地点才7万多人，然后你现在容纳了1500万的人要进去，平均16天一天要多少？哦，在我们花博期间，获利才容纳7万个人，所以这差异很大，你知道吗？所以你的交通接驳、园区的容纳量，还有你的消防安全。环境卫生等等，你就要等它的完整规划。但是我在里面跨博专门给它完整的规划出来哦，所以我马上决定哈、你要注意一下。还有你这个概算表哈、我看你们花灯会台湾灯会的概算表，我们是还没有看到。我是手上有先有用看一下。我想你在礼拜一的交通地震委员会开会的话，你应该要预算表要拿出来，局长要拿出来给大家看。今天你是没有给我们看。哦，你没有拿，我是从党团那边拿过来。你里面编的很多预算，是不是会重复编，或者会胡乱的编？你自己要看一下。我看一下你灯区从配置总规划及整体筹统筹500万，到加一个本府就变1亿2000万。哦，你看你第一项、第二项，我想你们手上应该没有资料，我这里有。你关灯区配置500万，然后加一个本府。本土灯区配置就1亿2000万，怎么会差那么多？你有没有细目？你就关于写一个大概算表，
哦，然后灯会场地配布2700万，每日表演节目2500万等等，我看你写的价格都我是挑比较高的啦，哦，金额少的我不讲，金额多的要我会提出来，所以这一关一个统筹规划就1亿2000万，剩下每个细目你还有，你有300万、200万等等的一大堆，还有2700万，但很多不是你说整体就1亿2000万就包括在内，而是那是一个项目就1亿2000万，然后其他更多，我想市长有空你把那盖上看一下。我在怀疑会不会宠物编不让编，然后再经费还不够。我想我们既然没有钱的话，按来看钱没嘛，哦，有些不要，有些宠物就不要，或者说无障碍波带已经做了好几个地方做长波带，因为我没有看到细目，我不很清楚，所以我希望在礼拜第四交通委员会啊，林局长你把细目哦比较重要的细目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哦，啊，齐定。请李中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刚刚我们这个杨大炮议员啊，突然化身为文艺青年，讲那个龙龙市长，让我皮肤起了一阵变化啊。这个我们很早就得到讯息啊，我一再的在各种场合提醒我们市府的团队啊，我拿的比较小张，但是呢，我特别还是要强调你的报告这一份图。这个其实我们都看得出来，过往交通部观光局在台湾灯会他办的角色，基本上他是把这样子的一个重要活动每年委托给不同县市来担任主办，当然以一个合作的立场，的确有所谓的主灯区副灯区这样子的差别，但是我在这边呢，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卢市长跟我们的观旅局团队，你如果看到这一张图的分配表，你就应该可以感觉得到中央这一次啊，要完全主办的心意非常的明确，他们所要占的灯区很大。那如果照过去刚刚杨振中议员也有讲到所谓的补助款，我们看到屏东灯会他们的主办灯会的主任说中央补助他3亿元，除了刚刚杨振中所讲的那些金额以外，有没有其他的钱，当然他没有说，可是从这一张图上面我个人判断，他如果要主办这一场台湾灯会，大概要花的经费差不多是新台币5亿元，如何算出来很简单，在一般的规划活动来讲，一公顷大约是3000万元来做相关的活动，那如果以他要求要15公顷，大概就要4亿5000万元，如果要把这样子的15公顷的灯区做出来，可能啊，加上其他的费用就要超过5亿元以上，如果他没有手握这样子的资源，他如何敢要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其次，刚刚这个陈振显议员也有提到，我们要跟他共同规划相关的交通运输的问题，各种的问题。现在看起来，我们林小琪这个局长呢，就好像一个小媳妇一样，中央指挥你跑过来跑过去，端个脸盆请他洗脸洗脚，他给你指示的事情是不是真正由你可以来负责这样子的一个灯会？我看未必，忙了老半天你是为人作嫁，一切事情恐怕是他说了算。所以刚刚我没有杨振中议员那么的文青，他要求龙龙市长放下吧，我跟大家报告，这个龙龙市长呢，存心就是想借这一次的台湾灯会办成台中花博 Part 2 啊，第二集，人家存心如此，那我请卢市长放下吧。刚刚杨振中是请林佳龙前市长放下吧，请他放下这个企图心，但是我会请我们卢市长请你放下吧，
干脆把整个花博园区通通交给交通部观光局，让他们去玩。拜托市长，你就专心回来办我们台中市的灯会。我们中区商圈的委员会主委打电话讲说，为什么都不在台中公园来办？也有人希望在文心森林公园，当然我们现在有副灯区，也有人希望能够在丰原能够来办，也有人希望能够在海线来办。我们台中可以自己主导我们自己想要办的台中灯会。林佳龙市长放不下，他还是希望像我们杨振中议员讲的，在这个台中花博办 Part 2。 那请卢市长是不是就遂了林佳龙的心愿，干脆请您放下，我们台中市自己。接着请邱素贞议员发言。谢主席，谢谢主席。我觉得哈，请尊公像他们在讲的哈，请如果说中央也来这边做协办哈，啊那办成功，今天嘛是咱台中人的民主啦，我台中我骄傲啦，我咱希望讲咱灯会办完的时候，咱嘛用讲这句话啦哈。那咱的市长，咱交通部观光局哈，咱2019年。那个蒋委员宣布的是，咱2020的灯会由台中市举办哈。那台中市获得青睐哈，也被好咱主办哈。应该是应该是市长你相当有信心嘛。你承诺说我们市府要编列3.5亿啊，募款5000万哈啊，总共自筹那都是也未来捐出。就是等于说我们的经费高于其他的县市，咱才拿到这个主办权嘛，哈，我们才拿到这个主办权。啊，咱希望讲，卢市长，你即马听起来是拢在哭穷，讲咱无钱啦，哈，无钱好来办，哈，啊，那怎么样？那个，看灯会，哈，这个暖身都已经拢要开始啊，哈，我们的副展区，哈，今年咱讲12月21号就要登场，哈。请问市长，你有信心吗？咱的副展区吼，在咱的温馨森林公园家吼，啊，你台中市准备好未？好啊，那个有信心可以举办吗？请你说明一下。报告议员哈，今年副灯区要提早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哈，咱开遐侪钱办，如果那十几天实在无彩钱了哈，所以我希望把它这个节庆的时间拉长。那这样的话，争取我们很多外来的观光客或是游客可以进入，创造台中的经济。那所以今年呢，我们会有四大节庆活动串联在一起，包括从12月25号的 Christmas， 包括我们的新年，那包括农历年，再包括我们的元宵啊，台湾灯会，四大节庆串起来，那变成呢？从我们2019到2020嗨翻台中，那希望创造台中不但我们可以创造节庆经济，那我们单台中去变经济，那也证明也让大家看看台中的确是一个美丽富美丽而且非常好的一个城市，大家进来那最重要要提前对我们来讲非常辛苦，因为咱买在教团统元宵灯会才开戏，但是呢现在要把整个工作拉前这么多，拉前1-2个月，工作人员市府同仁非常的辛苦，为的是什么？为了台中。谢谢。好，谢谢。好，那我们发现说哈，我们把那个管理局哈，咱各家的灯会哈拢分好各个局处啦哈，来让他们来承揽这个主题灯区的哈。那农业局你上班的是什么主题灯区？我邱远，我们办的是农村再生灯区。有经费要办吗？那不久我们向农委会来争取经费。
啊，有信心无办得好无？我们有信心跟农委会争取经费。安尼哦，嘿，我希望讲是，我看起吼，咱的教育局，您有承办哪一个主题单据？啊，这样子。就是花灯的展场的，就是花灯制作。花灯制作。啊，有预算无？大概有700多万。700多万，这拢分伫恁的，恁爱来恁这个局处爱来处理啦哈。那交通局，你负责什么？包议员，我们交通局负责就是所谓灯区之间的交通接驳。对，是。哦，这足重要的啦哈。好，请坐。这个足重要接驳，交通接驳，因为咱去创伫这个后里哈，我们担心说这个接驳的。不便啦吼，那安尼嘛无人去看。那我看讲，咱讲要创造吼，这个旅宿业十亿吼，我感觉咱是不是对咱家己的灯会无信心？之前2015年我们的羊年办得相当成功，咱创造126亿的产值哦吼，啊吸引的1300多万的人来观赏哦。啊，咱即马是。讲要创造实业旅宿业者，也啊，咱咧创造观光产值多少，是不是？请市长讲。今日再去迄个林局长，有得加了报告150亿左右嘛，是不是？数字如果没有记错，150亿左右，还包括就是旅宿业的实益，谢谢。接着请李荣鸿议员发言。好，是啦哈，我们卢市长以及。事务团队吼，议员同仁啊，后面记者媒体啦吼，啊，都在讲高雄桥，你这一波车你的经费有多少？啊，交通局的这一波车的经费有多少？跟你说报告，目前交通局先正在做交通规划，规划完之后，我们在这个月底就会提出相关的。屏东一挂啦，啊，刚才屏东的这一波车的一挂啦，对不？好、哦，啊你刚才讲1800万是要，你这波车都无够啊，对无？所以吼、哦，拄下咧李总咧讲吼，李总议员咧讲的吼、哦，啊，规期来办一个台中灯会比较好了吼、哦。啊，好、哦，市长你考虑一下。我要来请问吼、哦，咱进前吼、哦，刷刷的高价吼、哦，应当是你在做立委的时候啦，你在做立委的时阵啦吼，啊，咱刷刷的高价，到底咱市政府有开支？应当是没有嘛，来，市长你讲一下来，市长啊，山三线啊，啊，市长咧做立委的市长，应当是无开了钱嘛，无开了咱地方的钱嘛，是不？市长啊，市长，你讲咱台中市高价嘛，是，中央全面全面补助嘛，对不？370亿。对哦，所以那另外它的附加价值也是归台中所有，包括我们现在下面可能会有的地方会做停车场等等，那个收费也都是我们的。所以换句话说，台中铁路高架会是我们这个山海环线一个很好的范例跟模式，因为呢，我们台中的那个高架。铁路高架全部中央买单，而且附带的收益全部是给台中。我们地方政府没有负担，然后阿乐来，我们交通局局长来，咱这条是迄个海线的吼高架，咱当时也开工。我们排定照的几年？不可，因为原则上现在是在审可行性啦，这可行性啦，轨要得爱交予咱中央去做后边的迄个规划甲施工。我还是讲大约差摆了几年啦。原先估计如果一切都顺利，大概还要10年左右的时间。几年？十年啊！啊，十年了，刚才这个专案报告哈、哦，我看唔知报咩四五遍啊，对不？好、哦，啊，这个时间是不是拢白了？啊，佮而且吼，海线吼、哦，佮山索线，咱来负担偌济？啊，咱来负担偌济，地方政府来负担偌济？来负担360亿。360几亿嘛，对不？拢总700几亿嘛。啊，是安怎山三线吼、哦？咱地方政府免负担。海线，啊，阮海线的人较戆笑，啊，就要地方政府来负担。啊，海线嘛，啊，佫出一个，对不？啊，佫有出一个副议长嘞，啊，佫有交通部嘛，啊，佫有出一个林佳龙嘞，
对无？啊，市长做做拢袂，拢全袂记咧。啊，这种钱拢免补助，对无？好、哦，你给他讲一下啦，对无？什么爱台中？爱台中伊就补助落来嘛，啊，唔那是有讲迄、那、落、個，对无？啊，所以啊，我是感觉讲山线甲海线感觉差样侪着。啊，山线佫有这个，啊，佫有一个副院长，对无？啊，是安怎样啊？阮就爱负担。为什么我们市政府为什么要负担？对无？哎、啊，个负担样侪着？哎，该算算啊，要几趴？一百话要40几趴呢？差不多五十到五十。对无？哎，负担一半。啊，较早啊，佫有一个海线26趴呢。啊，你即摆恁愈做计划愈做，煞增愈增加呢？对无？较早海线是26趴话嘛，顶个定期会我即阵的是26趴话嘛。三所线40趴外嘛，啊，咱即摆还阁负担中所，还阁加负担向济，这到底是安怎？啊，啊，都阁十年呢，啊，十年阁唔拿负担遮呢，吼、哦，咱去年甲即摆都阁加10几亿呢，啊，阁十年都还阁加几百亿出来，啊，那阁十年还阁加偌济？你安个算推算落去，十年还阁加偌济？对不？哦，时间愈慢哦，就是我工作管理。对啊，愈慢一定唔拿，经费一定唔拿遮啊。所以吼、哦，我是感觉啦吼，专、哦、案报告吼、哦，他没有吼，那、哦、无确定的核定对啦吼。我看我们不要专案报告啦，愈薄愈济，何里咱创案愈薄，专案报告愈薄愈。接着请黄新慧议员发言。黄新慧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李天生议员发言。李天生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陈升天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哈，哎，喜定哈，嗯，各技术所长啊，各位议员、媒体啊，大家午安，大家好。我很讶异啊哈。哎，刚刚李龙宏议员所讲的哈，真的每一次的专案报告，他的整个一些预算经费好像会增加的感觉哈。尤其交通方面，他都叶局长他都有报告过啊哈。我比较关心呐、啊、哈，比较关心整个一个捷运绿线的一个啊延伸，就大坑哈、金浦库跟彰化这两条线。那整个哈，哎，你所报告出来的，我看是203亿嘛，对不对哈？而且你所报告出来地方要占53.5%左右哈，那整个哈捷运绿线你也知道，我们捷运绿线从乌日到我们的北屯哈，它我们的地方当时是占了20%+吧，哦，那为所以说起定，我干嘛应该比照捷运绿线啊？这是爱清楚的所在啊，我们占53%多，这真的是不合理的事情，哦，整个一个捷运系统，而且。整个我们以捷运绿线的它一个比例原则的话，这个对我们地方的预算真的是很沉重，知道吧？所以这个部分，徐立勇，你有没有这个决心来做一个争取的这个经费，就比照捷运绿线这个方向，来立个共识后。跟议员报告，我非常认同哈，因为捷运绿线的主线。我们那时候从乌日到北屯，对啊，经费去当了经处钱，基本阿被做错了哈，一当500几亿，我个例哈，胡志强市长在咱广东经处诶哈，那时候地方经费是1/3，中央负担2/3，那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两头要再延伸，从乌日一直到彰化，然后这边北屯一直到大坑的话，港条算喽。所以照理说比例应该是一样，分担比例一样。对啊、对对，所以之前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就是陈水生招委带来我们台中市来考察的时候，那当时交通部的次长也有列席，那我也亲自到现场去争取，我也反映说这不是不港条路线，这是港条路线，所以它叫延伸，它不是新的路线，所以当然分担的比例当然要照那条主线啊，对啊，就是台中市政府负担1/3，那中央负担2/3，所以桃位哪个位延伸也应该按照这个比例了，所以我们有积极的争取跟反应。对，
这一定要极力来争取，不然对我们市府的负担是很重的、啊、哦。那我想哈、哦，在整个这个如果大坑的沿线到金浦库哈、哦，我马上要启动哈，大家局长您不等一下更易者。我们整个哈、哦，我们虽然在整个金浦库这个是最后一站，那在中间哈、哦，我们那个啊叫松竹路旁，就军工有一个坟墓，这个坟墓有6-7公顷，而且它的出入口是6、7、8的步道，它的入口从那边进去。所以说整个这个区块的一个结合，我想是不是说这也是要跟咱厂跟民政局吼、哦、说我有的呢公墓方面要做一个迁移方面，我、哦、这部分也是要尽快来规划了吼、哦、还有之前我也跟我们的林局长吼、哦、我们观光旅局吼、哦、就整个到我们的啊、这个金浦库的时候，我们结合9号、10号、10之1步道、9之1步道整个这个步道以后，金浦库如果那个时候它的一个什么停车空间也越来越宽了，也宽，现在国有地也能够把它当停车场。可是对一个整个我们当地那个交通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也想请我们的交通局局长也去了解一下，他整个哈、哦、要往整个这个东山路、往大坑、往中心岭这个方向，很多的标志都一定要再重新来做规划。你看看我们现在从左转弯的，像左转弯的整个哈、哦，到我们的9号、10号步道，就单单一个左转弯就占了一线，结果我们是两线，每一次那边都是会停，都会塞车。所以这部分我想说哈、哦，请交通局要做好好规划，因为转过去啊，这个到9号、10号停车空间不多，所以说它不需要用这样，应该是直线比较多的才对。而且我也请我们的管理局做一个规划，以后大坑商圈的一个入口意向，就整个我们希望从金浦库做一个路桥过到我们的一个我们这个啊地震公园，跟我们的9号、10号这个区块，我们一个路桥之中，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入口意向，大坑风景区，这样大家才知道整个这个是个什么观光，还有我们整创造一个观光，而且在步道还有大坑整个产业都能够把它发挥。接着请林德宇议员发言。好，谢谢主席、副议长、卢市长、各位、局长哈、午安。我想今天的这个专案报告，我们来讨论这个2020台湾灯会哈、哦，有几个问题，我要先就教一下我们这个主办局哈、哦、林局长。我想请教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花的这一个预算科目经费已经花了多少？来，局长，动作快一点，拜托。现在才有声音，刚刚没有声音，不好意思，跟你做报告。目前的话，因为灯会的预算，是这次临时会才送到议会这边来办理垫付案的审议、嗯，所以目前的话，灯会的预算是还没有支出的。没有支出？确定？局长，我一直认为说，大家在这个政务官，尤其是出任的政务官，大家对业务的娴熟，要给大家时间跟空间。所以外界在对于你的领导统御有这一些风风雨雨的时候，我也不太想说就这个部分去做这一个放大镜的检视。但是我刚刚问你这一句，你就跟我讲说今年没有预算的支出，那你二倍金是用假的、啊。二倍金我这边就看到三条支出了，你没有办法讲说你现在预算已经用到什么样的程度，完全对你的业务不熟，完全在这个预算上想要规避，想要回避预算监督。预算监督是市议会市议员的天职，哎，今天你没有采取最佳的预算，用这个垫付案已经是很便宜行事了，然后没有议员要求，你就不提供细目，你还做了一本2020的台湾灯会报告，预算的细目呢3.5亿元都不需要跟议会来做报告吗？刚刚已经好几位议员前辈已经问过了，我才问你一下说目前108年你用到哪里，
你要不要再补充一下？我再给你一次说明的机会，好不好？是，报告一座哈、哦，您刚刚提到的，的确我们有利用二倍金的部分来进行前期规划的工作，但是对于灯区规划灯区的这个整个制灯这些的部分，目前是没有预算的支出，这部分我要来澄清一下。那目前动支二倍的部分是关于我们找顾问公司来进行灯会的前期规划，是有动支二倍金，是新台币500万元。那另外的话呢，本局有以管理局的本局预算来支援哦，就是关于我们灯会的 CI 哦，支出了99000多元。请问各位局长，您的主管业务二倍金已经动用，2020灯会的请举手。教育局长啊，杨局长不在，刘副局长你都没有进入状况哦。叶局长谢谢您，你这个花灯的延禧已经编了700多万在制作了啊。所以我为什么要举这三个？到底准备好了没？到底准备好了没？卢市长，今天我们市政府要跟中央要去要求1亿，要求1亿5，要求2亿，在座的议员不会有人去跟你喊说，市长你不可以把中央加金出预算，绝对不可能的啦。但是你看三个局，你的二倍金已经给他用了，他还搞不清楚状况啊。更扯的是3.5亿元不循追加程序，要做垫付，要做垫付也没关系，现在是当在座的议员都不需要审查预算了吗？3.5亿元如何花？有没有重复编？有没有浮编？刚刚那么多前辈都讲过了，市长，我给你一个时间，你来说明一下，你觉得这样子的筹备，我们就事论事，这样子可以吗？请卢市长回答。报告议员哈。议会一定会审查，据我了解，下个礼拜一你们就会在这就会来审查这个细目哈跟内容，所以我想你们一定会善尽职责来进行审查，所以没有说不给大家审查。第二件事情是因为陈竹林局长所说的，现在在主灯区的制作都还没有，现在譬如说只是在做规划，那另外就是像教育局，因为他让老师跟小朋友先去研习哈，市长，那所以我要跟你讲啦，大家都很恳切希望办好啦，我是在跟市长提醒，接着请李天胜议员发言。谢谢主席，大家好。那么延续我们德宇议员的这个质询哈，我想请教一下，那个我们市长的二倍，除了给我们的这个观光旅游局500万来做先期规划以外，刚刚讲到的教育局的784万5千块，在暑假期间给我们这个师生来做这个灯的这个制作，还有我们交通局的这一个450万。做这个疏运计划，请问一下，你提出来的垫付案3亿5千万有没有包括这三笔啊？哈、哦，那么刚刚有提到的说在星期一要审查的部分，不晓得说这3亿5千万的垫付案，那么是不是就像你讲的这个专案报告里头只字未提到我们预算的部分，还是说你报给交通部的在5月30号报给他的这个计划当中的三页要求1亿元的部分的里头，是不是都涵盖在里面呢、啊？局长，是不是说我们的这个预算的部分，我们觉得说你今天提出的这个垫付案在整个的报告里头只字未提到这个细节的数字刚刚我们的议员同仁非常的不满的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我们的议员都背负着我们这个市民的期待，希望说我们要了解说到底这3亿5千万，就像刚刚很多议员在讲的这个文青也好拿数字出来也好，不管是消遣谁，我想现在主政者是我们的卢市长，是我们的卢团队，希望说把这一个
花博啊的这个延续，或者是说灯会的这个啊由卢市长来做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我们的活动，应该要把它做好。但是你第一步的起手是，你都是跟他这个专案报告好，我们说要垫付啊，要求说垫付啊。那么我们也跟议会做了很多的沟通，说我们一直期待，希望说这一次的啊这个临时会也是针对你而来啊，希望说拿一个特别的时间来好好的讨论一下。那我不晓得说你为什么这么的啊这个 rough 哈，就是拿了一个专案报告啊，写了一个垫付案啊，里头只有写的说啊这个3亿5000万要垫付啊，那么啊说中央啊给了1800万，但是中央他还有很多的这个计划你没有提上去啊，包括说刚刚跟农业局长讲的，你有2000万，农民会的1600万，民政局的1200万，客委会的780万，这都是要跟中央要的，来配合整个这个灯会的这个活动嘛。哦，所以我想说我们应该要多用一点心，把整个这个灯会把它当成一回事，让我们每一个局科室都动起来，包括说你们的计划书到底有没有要提出来啊，后续还有很多的会议要开，是不是在整个会议上面都能够看到相关的数字啊，相关的这个活动啊，包括说你在啊这一个给啊中央的部分说在啊这一个这个我们的本府的灯区配置总规划及整体啊这个统筹的部分含无障碍的规划要1亿2000万呢，啊，就跟他一条钱呢，一个所谓的啊，这个概算表，讲要甲中央讲吼，啊，这我这写下来，后日要花一亿，那我们也要知道一下你要的这个东西的活动内容是什么，计划内容是什么啊？你哪不在了偷，我们当退你偷啊！要办灯会，我们大家都举双手赞成啊，这是一个台中市的光荣感啊，那我们台中市的市民能够参与啊。那么在这样这么好的一个时间机会之下，你也搞人工，你到底要不要开什么钱啊？中央什么钱我给你补助，那我们一起来努力嘛。哦，我们希望说真的这些内容的部分，希望说哈，你在星期一的时候把这个细部规划能够提出来，不只在这一个我们的这个委员会里面提以外，我希望说我们还有大会的部分也能够一并送到我们大会来，让我们知道说灯会到底花在什么地方，花在什么钱啊，这个真的是需要局长要努力一下了。市长表，好，你解释一下好不好？好，非常谢谢刚刚德宇议员哈，还有天生议员，您对这灯会的关注，我们也非常高兴听到议员愿意帮我们协助我们向中央争取更多经费的补助哦。因为目前中央提供的1800万的经费补助，的确相较于往年是相当的不足的。那说实在话，这个其实先前活动经费，计划书有没有送啊？先前在5月30号送给中央的这个活动经费概算表呢，其实里面就有一些细目的部分也。也就是我们在专案报告里面的附件里面有提到20个分组小组所做的工作，这个3亿5000多万就是5月30号我们送给中央。是，那也拜托议员能够不分党派哦，协助我们市府呢来够跟这个中央争取更多经费的补助，谢谢。接着请张兆国议员发言。感谢主席哈，市长，我给你提醒啦，台湾灯会已经办了30年了，绝对不能开天窗，那是你自己去偷来，你去争取来，你争取到的时候，全台湾的人都在笑脏话，都在肯定你台中，不要让他开天窗好不好？你看看国民党议员在讲什么，他叫你让台湾灯会开天窗，他叫你办台中灯会就好了。你经得起30年的台湾灯会断送在你手上吗？他说你不要冠名，我们办台中灯会就好了。这种戏谑的言语，你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反驳？市长，你先回答，你先拒绝他们，你不会去搞什么台中灯会，你会把台湾灯会办好。各位麦克底下冷笑威啊，可不可以？这你应该可以答应吧？你也不管不要变成台中灯会吗？有可能吗？其实这你敢不敢讲？这你敢不敢讲？所以你心里是要舞台中灯会，你今天去人讨来的一月底对台中市民宣布你要办台湾灯会，你真不简单去争取来这个灯会，你现在不爱来是不是歪办啊？
市长你不应该不讲话，市长你不应该不讲话。第二，你的管理局长在做什么事情，你自己要看得清楚啊！刚刚还在说中央的补助比人家少，你讲什么话？我听了本来很生气，结果资料看了更生气，本来气中央，现在气台中市政府。1800万的补助已经比去年给屏东的1680万还多了，你还在嫌？观光局也告诉你，去年屏东给他1亿，有8000多万是交通接驳。你台中如果需要交通接驳，赶快写，赶快送。你其他的各个单位，你有需要从农委会、从内政部、从原民会去要钱的计划，赶快送，赶快争取。为什么都没有动作？慢的是谁呀？你又说他1800万来得太慢，你看一下过去这5年，第一笔核准函下去的时间都在9月以后，只有对我们台中心系故乡啊，部长交代早点告诉你，我先1800先给你，其他的赶快再写过来。那天做啥？你1月31号就宣布争取到台湾灯会，为什么到现在过了半年，中间还经过定期会，没有任何的灯会报告，没有任何的预算追加，现在用垫付案来要3.5亿，内容是零。刚刚还好意思说20个组别给我们就要要钱哦？你是新来的啦？你敢知道我们顶改的心花不安那心没？乱七八糟！你可以给中央50项细目，告诉他你3.5亿怎么花，又想跟他要1亿是为什么？为什么不能给台中市议会？为什么不能给？就是因为写得太烂嘛。50项正反两面，安尼要讲透，三月五安尼一夜要讲透，你怎么跟市议会交代？市议会怎么审？市长啊，你敢有法度接受你用垫付案？议长签签的，就想要讨这条钱，讲什么信？垫付案是会信你哦？签了就拿去开啦，你为什么不赶快办追加进来呢？你还要开第二次临时会吗？可不可以用追加预算赶快进来？你的报告书上写我可能会第二次临时会追加，要不然就用下一个年度的本预算来转正，啊就都办掉啊，随着你开就好啊。我们议会是做啥？这议员都假就对啊，我议员要害你，叫你断掉台湾灯会的传统，改办台中灯会，你也不敢说话，这要替你好好争取的，你也把我们当作要把你害，那真的要把你害在那啦。赶快拿出你的报告，你交通接驳写得出来吗？交通局长，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嘛。你1500万人次，我算你厚礼就好了，你那里有800万人去，算已经够宽了吧。一天50万人，5万人坐火车，5万人开车，剩下你一天要接驳40万人，到最后算下来你的接驳费用至少要花3亿元，你敢写得出来？你点点嘛，观光局叫你写，你根本就写不出来嘛。过那1500万人哦，乱过算你的地基厚礼也是乱选。你今年初跟中央要的是3个厂区3个地方，现在你告诉议会的剩2个，而且地方还不一样，只剩厚礼一样。不要一直说中央卡你，主办好，谢谢江道国议员哦。哎，这个江道国议员，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位议员都有按灯哎，会询问。麦啦，之后还有时间啦，我们后面还有很多议员要发言。江议员，我们尊重其他议员的这个按灯好不好？哦，议员，我们。好，我们接着进行哦，以后请市府在这个行程上面的安排请注意。
好，请政工进议员。政工进议员，政工进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黄建豪议员发言。黄建豪议员，黄建豪议员，黄建豪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曾朝荣议员发言。曾朝荣议员，曾朝荣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张玉燕议员发言。我下来，谢谢主席哈，市长、副市长、局处首长哈。那本席针对今天台湾灯会的专案报告哈，以交通、地震、观光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哈，对我们台中接办2020台湾灯会表示支持，因为台湾灯会可以说是国家的门面哈，台中市一定要全力以赴啦。市长，这次3亿5千万的预算，为什么是用垫付案来进行，而不是用追加预算来完成法定程序？请市长说明。市长，市长，市长，你敢不要叫市长讲一下？无啦，我要叫市长讲啦。这个是不是请那个这个处长，处长这边是不是先做个说明？市长，本席以交通、地震、观光委员会召集人的身份在这里，很开心，很欢迎我们台中接办2020的台湾灯会。市长，本席要问的是，为什么3亿5千万不用追加预算，而是垫付案来进行？请市长说明。请市长说明为什么？对，市长要请处长做一个说明啊。议长、主席，有关预算部分由我来说。主席，本席要求的是市长说明，所有的案子要做，所有的灯会要过，都是我们市长下的结论，由底下局处首长来实施，为什么不能由市长来说明？报告议员哈，预算是主计的专业，所以我们尊重主计专业所提出预算筹编的方法。谢谢。主计没有错。请他说明他为什么要用垫付。谢谢。不是，市长，这是你下达的命令，你要做，你接办的台湾灯会，为什么要由他来说明？是市长要说明为什么不在追加预算里面来申请，而是用垫付案来进行？市长，请你说明。速度你谁嘞？跟议会咨询大会报告哈。市长、处长，有关在年度进行中，处长你请坐，主席请尊重议员的发言。我要求的是市长，而不是处长，请处长请坐。主席，时间暂停啊。市长，如果您无法做说明，报告，我可以说。为什么这个回答我们的市长没有办法回答？是不是你对整个运作你不熟悉，对整个这个你要接办这么好的台湾灯会，让台中的门面你不要都来和你说明。议员哈，第一个处长你请坐。因为我自己长期在预算财政委员会，我对预算熟悉。对嘛？那你就可以说嘛。但是到底要用垫付还是要用追加？那主计处他的工作就是预算的筹编，那么也因此他所提说要用垫付，我们尊重。就像你交通专业，他提应该哪个地方设号志灯，我们也会尊重，我们也不会过多。指定。那就像你做马路，你就是建设局，所以主计单位市长他也可以用追加，那你就刚刚照这样说就好了嘛。市长你请坐。所以整个这个预算单位的预算3亿5千万会要用垫付案，是处长决定的吗？处长，这个3亿5千万用垫付案是你决定的？这个部分我来说明一下。在年度进行中，只要中央政府有临时性的补助的时候，我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就是办追加预算，一种就是办垫付。我们每个会期都有很多垫付案在经过议会审查通过。那这一件，因为它的补助函是7月24号，我记得没有记错的话是7月24号，我们才接到。
处长中央的补助，处长垫付案是1800，可是他现在来的资料是3亿5000万，那个是属于配合款。我们的每次垫付案，各位议员如果可以回忆一下的话，垫付案里面一定有中央补助款加上市政府的配合款。处长，但是那个都是1800可以配合3亿5，那是一并垫付。1800可以配合3亿5，处长，那个公款这个垫付案没有金额的限制。垫付案没有金额的限制，并不是说多就可以垫付，少就不能垫付。这个部分各位可以查一下过往通过的垫付案的资料，可以了解。处长，那就是这是你决定的嘛？我们这个垫付案一样的经过议会各小组审查，一样是属于预算程序之一，这个符合现在相关的规定。谢谢。好，接着请何敏成议员发言。何敏成议员。何敏成议员不在位置上，接着请张静芬议员发言。好，照这样看哦，我想台湾灯会哦，应该不是政治问题，是蓝绿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很完美的来完成哦。但是我在这边要讲哦，看到我们的台湾灯会哦，在那个屏东这边的那个台湾灯会办公室的主任呢，他有讲到历年来台湾灯会举办经费编列都一样，中央政府一律都补助3亿元，但是我们的台中市政府呢，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会造成让我们大家觉得为什么又垫付案，又什么为什么不用什么补助款，又什么都不能够确定。这个地方我要讲了几句公道话哈，大家都知道哈，现在的交通部长是我们的林佳龙大部长，他当过我们的台中市长，但是他对台中市好像没有留下半点情。我们的台中市的观光旅游局，记得好像在6月30号的样子，是不是？他6月30号他就有把公文送到交通部去，要请1亿的补助款，但是一直到7月24号，6月30号一直到7月24号。他交通部才回函给市政府，他那个是给会议记录，只同意核定600万，这个实在是少得太可怜了哈。所以我在这边讲，台湾灯会在台中呢，主办是交通部，那我们市政府应该是跟他是一起合办的，是这样吧？是合办嘛，对不对？如果他能够把经费补助足了，是合办嘛？哈，所以交通部的林部长是我们前的，台中市长，他在交通部长的这个高的位置上，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台中市来的，我会心里非常的心疼，我一定会不会给他这样子难上加难再刁难，我一定会跟他做适当的讨论，但是就是没有这么顺利，所以今年我们才会去看到说有这么不顺利的这个灯会呢在这里。那我们现在经费呢总共要花了约5亿，中央政府哦，过去在屏东呢就5亿他就补助3亿了，屏东补助3亿，那我们现在政府这边呢，他只有给我们600万，啊，你看这个天差地别差了多少？所以我在这边要说，这个为什么差那么多？是什么因素在里面？这个我们真的在这个议事堂上，我想我们各位议员也应该会有所体会到。那刚刚我有听到我们民进党的议员同仁讲，
他说他们会帮忙争取。哎，经过这么久，现在才讲要帮忙争取，我也很希望你们赶快帮忙争取哦，乐见来争取到。那我们再请问一下，林局长，他给你的600万是补助600万啊，完了1200万是要等到结束以后才去做核销还是怎么？这个部分你解释一下。不干不傻傻输信哦，这个经费啦要给人哦，真正你都靠阿沙里提来的。台中区每年上缴的税金呢，有1400多亿，为什么我们台中市要他这1亿的补助会这么难？这个就很奇怪的。那请你针对这个部分你解释一下。谢谢议座给我说明的时间。事实上，报告议座，我们是在今年的5月30号，其实5月21跟5月30号都分别提分区规划的补助申请给交通部观光局，那么我们等了大约2个月的时间，交通部观光局才把灯区规划的补助经费核下来。我们当初申请补助是希望能够获得1亿元，但是它核下来，如同您所说的，我们目前得到的补助函只有600万，那另外的1200万呢是依例来补助哈，也就是说呢，等这个灯会活动办完之后，按照我们花出去的钱再拿这个单据去做核销，所以这1200万是不会有补助函，我们收到补助函只有600万的部分。哦，接着请张耀忠议员发言。阿哥，台湾灯会希望不要断送哈，市长，我今天要特别强调哈，我刚刚坐在这个台下，看到本会有些议员哈，用非常戏谑、非常消遣哈，甚至还有人讲到说台湾灯会是蓝绿问题，我听得是很痛心呐哈。身为台中市民，身为台中市选出来的民意代表。我们希望2020年台湾灯会在台中是成功的，但是从今天整个会议的过程里面，有几个问题一直都没有搞清楚。第一个，有补助3亿元这些事情吗？第二个，到底现在是补助400万元、600万元，还是林局长讲的1200万元？好，其实根据本席，我对这些事情。看起来我比林局长还了解。我告诉你，第一点，没有3亿元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补助3亿元的问题嘛，何来3亿元的问题呢？我不晓得你们这个资料哪里来的。第二点，到目前为止，根据本席拿到的资料，非常非常的清楚，也就是在2019年在屏东，总共补助多少呢？9680万元，但是。9680万元怎么来的呢？我跟各位报告，第一个补助会的部分，他拿到多少？他拿到1000万元。第二个，有关你分摊的部分，拿到680万元，总共这部分拿到1680万元。其他的8000万怎么来的呢？来，第一个，交观光局补助的交通运输接驳计划4300万元。第二个，公路总局补助的交通输运接驳计划3700万元，总共8000万元。局长，你送了吗？你送了吗？交通接驳计划你送了没有？你回来一下，你不要误导很多事情啊，把这个台中的喜事家变成机会变成丧事了，你知道吧？局长，你请回答，你请回答。谢谢议座给回答的时间。这个屏东今年获得交通部补助3亿元，这个不是我们说的，这个是屏东的。啊，你要澄清啊！这个是屏东，从头到尾这么讲三亿都不澄清。报告议座，你在搞这个搞混账啊！你啊，这是屏东灯会灯办自己说的3亿元。啊，你要澄清嘛！我不需要澄清。我们议员有在讲说你要澄清嘛？转述屏东灯办的说法。装在小船在讲这话的时候，你要澄清。屏东灯，你有意要澄清。我不需要替他澄清，你把自己搞烂了。我没有办法替他澄清，因为他说好，你请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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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1200万你有没有搞不清楚啊？你在这边讲说，交通部观光局
居然送什么什么记录600万元，然后1200万元。我跟你讲，你从头到尾，你就没有讲到说这8000万元怎么来的。我跟各位报告哦，你刚刚讲了1800万元。好，我先拿到资料，我现在告诉你，你刚刚讲的1800万，从民国2015年台中灯会，其实我们只拿到多少补助？来，我告诉你啊，1800万的部分，我们只拿到1574哦，1574。2016年拿到1700万啊，2017年1800万，2018年多一点2500万元，2019年屏东灯会只拿到1680元，你为什么不讲呢？你为什么不讲？你把这事情搞成台中的丧喜事，几乎变台中的丧事。我们的主题说该讲那么清楚，讲那么清楚啊！水上台中。你是要把台中灯会搞成摧残台中吗？报告一次，我这里有历年，我非常的生气，你们这样是非常不应该，报告非常的不应该。我这边有历年交通部以及各个部会补助哦，哎，这个灯会的金额，我要不要跟您报告一下？你说。今年当然屏东灯办有证实哦，这个中央补助他们3亿元，这个不用再提了，这是屏东灯办说的。你早该澄清啊！早该澄清啊！我不需要替他澄清，我没有办法替他澄清。那2018年的时候呢，中央补助的是7500万，不想讲，不想听那个，来你去做。4600，我跟你讲，我这个是从国经济部、从交通部高级拿出资料。补助4100，哎，那个交通局长，好，我请问你，到底你的交通输运计划你到底什么时候送？我跟你讲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的报告研究所报告不写，你还要拿奖学金，意思是这样嘛？好，接下来是我们赖家维赖议员。不好意思，目前就在做灯会的交通接驳的规划，那预计是这个月底我们会把所有的规划方案确认，因为现在没办法确认，现在规划中。是，我跟议座报告，现在没办法给你一个大概，但我们本来在相关的这些交通接驳费用里面，我们依循规划，我们但希望你提出来的费用交付能够。好，那我们请赖家维赖议员呢？谢谢主席。财政局长，跟你请教一下哈，你的垫付案钱要从哪里出？从哪里垫付？从哪里找钱出来垫付？垫付案如果是109年的预算的话，是109年的预算编列的时候要算在里面的。那在这之前呢？所以现在你要找哪里找钱出来？所以这是税出的钱吗？这是税出的钱，没错。所以现在是税出的钱吗？是。所以现在是税出的钱，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中央补助1800万，所以台中市政府就借此直接夹带3亿3200万，借此规避议员的审查，是这样吗？应该不是，刚刚蒋处长已经说过了，因为我们现在如果用垫付案，我们钱先花了，钱已经花掉了，到时候再说。议员，这个是垫付案，我们钱已经花了，你不给我们也不行。这是最常府会在市政府在跟议员说，在审讲审查的时候最常讲的，礼拜一要审什么，礼拜一没有审什么，礼拜一只审这一张，交通地震委员会只审这一张，台中市政府的提案这一张而已，市长只有这一张，只审这一张，没有细项，没有细项。有没有可能在星期一提出细项？财政局长，有没有可能有细项出来？这三亿，这个3亿3有没有细项可以提出？这个跟议座报告，您所谈的这一个是各委员会审议的事情吗？当然，我在请教有没有可能有细项提出。那这个有细项提出的话，也是各业管单位提的，不是我提的。真的哈、哦，请问一下观光局长。灯办有没有细项？这3亿3的部分？报告一座，我们下个礼拜一会提出细项给议会。所以其实有细项是不是？
事实上之前三亿五都有细项，事实上之前就有提供给议员了，可能议员没有注意到哈、哦，就是三亿五有细项，我们五月三十号送给交管局的这个补助申请上面细项全部列得一清二楚，在哪里也都有给每一个议员都有给，有来索取的议员都有给，哦，有索取的议员有给，但是没有索取的议员没有给，好，请问哪一位议员有索取？相当多位议员有索取、哦、相当多的议员有索取，下个礼拜一我们会提供细项给所有的议员，市长，这是你的局长，有索取的议员有索取有给，没索取的议员没给，但是相关的资料没有放在灯会的专案报告里，来，资料在这里，相关的细项在这里，然后为什么不放追加检，既然有细项，为什么不放追加预算，要放垫付款，来得及嘛，蒋处长，来得及嘛，有细项嘛，为什么不追加，为什么不用追加让议员审查，要用垫付，来局长说明为什么不用追加，不是请你，财政局长、观光局长请坐，说明既然有细项，为什么不用追加让议员审查，要用垫付，跟议座报告预算这一件事情啊，还有垫付这一件事情，在编预算的时候其实是主计是业管单位，所以主计我现在请你说明嘛，不说明是不是，不是我不说明，是我不懂，我没有办法说明，好好好，请坐请坐请坐，我不是业管单位，主计请说明，谢谢议员的咨询、哦、他们要送垫付还是要送追加是由他们主导，不是你主导，对不对？这个是看个案的情况，因为我们办垫付跟办追加减预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时效性，对嘛，但是他们有细项啦、啊、这个跟细项本身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主要是时效性，因为我们这一次是到七月二十四号才正式接到中央的一个算是一个会议记录啦，还不算一个正式的核定补助文，以前的灯会都是用本预算下去做、是的是的，因为那是对不对，那是之前的灯会都是用本预算下去做，那个是前一年度就知道了，也可以用追加对吧，是吧，追加的之前都用追加嘛，追加的情形很少，我们都是在前一年度就获得灯会的主办权，所以我们来得及编入预算，那要追加不行吗？今年情况特殊，为什么不能追加？因为今年是在一月份我们才获得主办权，那么追加追加有什么困难？没有编预算，请教追加有什么困难？但是我们这个灯会的计划我们报给中央，他到七月二十四号才核定我们相关的经费的内容。 好，接下来是黄守达黄议员，我们市长、市府团队还有我们各位议会同仁、在开始之前其实我还是要再重申一次本席的立场、其实刚刚江兆国议员有提到为什么十天的临时会里面市政府要选择，就是在今天，就是在讨论2020台湾灯会的专案报告这一天，我们下午来办普渡，我服务处有办啊，我也看过日子啊，今天有特别好吗？台中市民所关注的这一些事情这么不重要吗？可以用普渡这样子的名义就限制我们这些民选的代议士只能有一次的发言吗？我完全不能接受。再来，市长，刚刚我看哦，你应该也很清楚啦，你的团队是长什么样子？当议员问到的时候，推来推去，不是我的问题，我不知道，你要去问谁？真的问到的时候，真的要资料的时候，刚局长、观光局长，你说的什么话？有议员索取我才给，没议员索取我不给。今天专案报告是谁提的？台湾灯会主责机关是哪一个机关？从早到晚专案报告我们要求局长说明几次，这三天无意从哪里来的？
你怎么编的？你跟我讲一个我从来没看过的五月三十号的计划书，你说你交给交通部观光局，我们是台中市议会，还要再讲几次？我们现在在哪里？这不是蔑视议会，什么是蔑视议会？这不是蔑视民意，什么是蔑视民意？再来，台中灯会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吗？从头到尾都是在扯别人，扯前朝。市长，有人拿枪逼着你叫你办台中灯会吗？局长，有人拿枪逼着你吗？哦，如果有，要跟我说，我会帮你争取你该有的权益。如果有人拿枪逼着在座各位局长非办灯会不可，不用管多少钱，3.5亿，不用管细项，有人拿枪逼着你，没关系，我来，我帮你们挡。如果没有，专案报告，专案报告，3.5亿，从头到尾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个细项。当有人问的时候，局长你也只说、哦、我提过啊，我提过啊，我给交通部啊。那议员呢？所以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去要吗？这是法定资料哎，我们行使的是法定的职权哎。再来，台中市政府在今年1月17号的时候，就有检送一份公文了、啊，给我们交通部观光局，在里面就提到，2020我们要争取申办台湾灯会。附件里面，在经费筹措能力的部分，老老实实都写啦，我们要编列3亿5千万，今年1月17号。中间发生了几次临时会，几次定期会，多少的时间让你准备？结果现在今天从早上到下午，我们还特别要求局长你到报告台上跟我们做口头报告，报告我们专案报告内容里面没有的东西。然后你说细项要我们自己去要，要议员自己去要，这是市政府该有的态度吗？这是市政府该有的态度吗？市长，还有30秒的时间，就是我昨天被占用掉30秒的时间，说明一下好不好？对于你的团队、你的局长，你们从今年年初做出来这个争取2020灯会的这个决定，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提出3.5亿的细项？为什么现在没有办法提出3.5亿的细项？请市长。请你好好说明一下。报告议员哈，礼拜一啊，其实都有。那礼拜一委员会知道，所以你要我们公务员周末2天准备这份资料吗？所以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料吗？好，接下来是刘世洲刘议员。谢谢大主席哈，好了，刘市长哈，杨副市长哈，各位市府。基础管哈，那一位同仁，各位媒体好朋友，大家下午好哈。我想2015啊，台湾灯会在台中啊，虽然是林佳龙市长主办，不过是胡志强市长他争取的。那这一次的我们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是卢市长你争取的，那是因为彰化县办不了，所以说你不要让灯会啊开天窗，干脆就自己来办。可是时效上，我想这绝对是我们的蒋处长你认为说用垫付或是用追加，这个就有差别。如果说这个今年的这个灯是我们林江市长他争取的话，我想我们可以很从容的就来做这样的预算编列哈。不过我想啊，最主要是把灯会办好，我想是我们最主要最期许的。刚才啊，我们同仁有跟我们林局长提到说，屏东灯会，屏东的台湾灯在屏东啊，他3亿元的这个的经费是他们自己主办单位自己讲的吗？是不是？那可见如果说台面没有那么多，只有两种可能，第一个是他们自己吹牛，第二个可能中央有私下给他们钱。哎，他很诚实讲出来，那这一点我们可能就没有办法像屏东这么的舞会的也好能够获得中央的青睐。不过没有关系的，我讲啊，我们要办这个，我们希望说能把办好。
不过倒是对于里面的我们有提到组长的一个选区哈、啊，在后里花博、水南中央及公园葫芦墩公园三处主要的场址来办，我看好像我们的森林园区后面的这个灯会也有中央的灯区，是不是？中央灯区是属于他自己要办的，那也就是说，可能一次两次的哦，会不会这样子？他办他的，我办我们的，会不会这样子？我请教局长。报告一座哈，这个在专案报告第五页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主展区的森林园区的灯区范围，那红色那一块标示为红色的是中央灯区，也是由交通部观光局来负责的哈。那其实呢，他们最近几次跟我们开会哦，提出一个意见哦，是他们希望整个森林园区都能够交给交通部观光局去规划跟办理，但是我们回复他们的意见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样子的话，等于台中市政府在我们的森林园区完全没有角色。那么我们辛辛苦苦跟陆军十军团五八六旅借用的区域呢，也都不能使用。其实局长，我们可以反向思考嘛，他既然不给你钱，只给你，他好像是施舍给你的，那干脆就给他办就好了嘛，何必呢？对不对？你1500万的这样的预估人次，你要知道说花博在这里办的时候，包括所有的葫芦墩，包括外埔，总共才多少人次而已呢？半年呢，而且都白天在办呢，才726人，726万呢。你今天在这里只有办几天而已啊？总共是办几天？16天，而且晚上哦。如果从点灯开始6点到晚上10点，可能不到，可能不到10点，顶多3、4个小时。你能够创造多少人次？我怀疑啊，我打个问号啊。是，对不对？报告副座，其实加上副灯区，它的这个展期比较长，有65天，所以我。完了，如果说真的1500万人次，如果说有可能的话，应该都是来自于副展区、文山公区，包括水南，包括葫芦墩，这一些比较靠近市区里面有经济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优异的效益的，才有可能嘛。如果中央他自己讲，伊就要开一点钱要去用。然后又不给我们补助多一点，试一下不给我们，那干脆算了啦，我们就好好办好在我们台中市里面，好不好？啊，不讲是告起，告起人无搞，人是伊要算在台中市头上办事，这个所谓的哈、啊，给钱不办事，那给多少钱？那有啊，给了很多啊，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啊，你拿好啊去数够一下。还有提到的我们垫付案3亿5000万里面啊。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各个局处啊，里面有提到，我们农业局、园民会、民政局及客委会分别向中央申请2000万、1600万、1200万及780万等经费补助。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各局处，这些钱是不是也算在我们电话里面啊？如果说这钱没有来，好，接下来是罗廷伟罗议员。市长，刚刚你好像有要回应，还没有跟你讲完，你要不要先讲一下？有需要吗？不用哦。好，那这一次呢，台湾灯会哦，在我们台中，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殷切期盼，也谢谢市长哦，在彰化放弃以后愿意争取，你担下了这个重责，但是后面的确民众他不了解什么蓝绿问题，什么中央给钱地方还是没钱，民众只在乎一件事，最后到底成不成功。尤其屏东办得这么好，你又接在屏东后面、哦、我希望说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再努力。当然我知道主要还是我们的林佳龙部长他来主导，可是我希望这个部分如果我们评估会遇到更多后面的阻碍，导致我们会受限于中央，势必我们没办法办得如期这么好。我觉得市长何不如断尾求生，像李宗议员说的，我们干脆不办，
给主中央他们自己办，甚至我们地方就自己办我们的台中灯会，我们地方来主导。尤其这次本席还是要再提醒哦，我们屏东这个案例已经是成为我们台湾灯会各县市灯会的一个指标性的一个目标，所以这个部分一定是放大检视我们到底能够跟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甚至是跟他们有什么样一样的地方。所以市长担下这个重责，势必后面是显微镜已经不是放大镜在看你了，所以我希望这个部分您一定要小心。我看到我们这一次的灯会的专案报告，当然写的都很棒，但实际办起来怎么样，我希望观光局局长要加油，我相信你可以，但是我们希望最后的成果，而不是事后再又再看到你在被检讨。尤其有些东西是已经关，这我来看哦，都写得很漂亮，可是我希望能够加到更多的元素，是我们比如说无人机这个部分是他们屏东我们没有看过的，我们希望说没有看过屏东的来我们台中看，当然可能来不及，但没关系，你自己去评估有什么事我们能够超越屏东的。也像本席在上一次临时会已经有建议过你，未来我也相信你一定是继续当局长的，我希望在未来我在任期之中可以看到有一天我们的专案报告我们的灯会是可以结合虚拟游戏，是可以结合 Pokemon 这样的东西。那刚刚蒋处长哦，很多人想要请你回应到底是追加还是垫付哦，基本上大家都蓝绿非常的在意这个问题，但我不会让你回答，因为你太专业了，我相信你一定会回答得很好，所以我也不用再考你。那这一次相信你的专业，用垫付的方式来处理这样子，我希望后面我们蓝军所看到的属于我们台中这一次的台湾灯会，我们能够做出指标性，能够做出意义。好，这个部分市长一起加油，因为这是您第一次好上任，第一次要准备办的一个好大事情，我们的台中的喜事。在这边也希望，因为这一次呢我们看到我们主办的一些场址哦，也希望有机会能够再更靠近我们东南区，让我们东南区能够更方便。好，当然这是我为东南区所发声的部分。那也希望市长还有我们观光局局长，在后面台中灯会结束的时候，我们能够把什么东西留下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专案报告这个部分不仅仅是更详细，而且要让我们知道后面我们怎么留下更美好的东西，而不是烟火式的。我也希望这些很重要的一些灯能够留在或者是移到我们的东南区部分，来成为一个新景点。这部分我希望观光局局长市长能够考虑一下好吗？因为这个灯会大家引颈期盼，我们也希望留下一个好的灯来在我们东南区，也希望这个部分您一定要规划，是不是请观光局局长后续能够回应我一下。好，我希望你能够留好的一些灯，可以吗？如果我们有场地的话，好，不好意思，麦克风今天也是怪怪的哈。但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后续的灯会结束的时候典藏花灯的部分，既然您这边有这个典藏的意愿，那没有问题，我们这边来进行规划，看后续这些灯的移植，我们怎么样来跟东南区这边来协调合作。好，好，接下来是朱软英、朱议员，朱议员不在哈，接下来是林奇峰林议员，好，开始。谢谢阮市长。我们今天讨论了这么久，从早上讲到现在，我想请教市长，到底我们这一次是台湾灯会还是台中灯会？请市长回答。我听个足紧张的了，规个在度假嘛，听着贵党的议员在讲吼，到底是台湾灯会还是台中灯会？请市长回答。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位的议员来要求，报告议员，甚至于来泼冷水，议员有不同的意见，我们都尊重，我们也不会卷入议员的不同意见当中。我们申请的是2020台湾灯会。好，
既然申请2020的台湾灯会，那市长你觉得到底是应该垫付来处理，还是早在我们的临时会就应该办追加？请市长回答，到底是垫付还是办追加比较快？台中市议会不是议事局，我觉得处长先不用先回答，请市长来回答。报告议员，是垫付还追加，我们尊重主计单位，那他认为垫付比较好，我们就尊重。好，市长，那尊重主计单位，主计单位有尊重台中市议会吗？有尊重吗？3亿5000万全部垫付完，全部收，全部花完之后，明年来追加补正，甚至于补正以后可能不足半追加，那整个这个开支明细科目到底台中市议会要怎么做审查？市长，你真的觉得垫付可以吗？你尊重主计，但是你自己刚刚特别提到你对财政预算非常的清楚，市长认为真的可以以垫付案来处理吗？把台中市议会当成你们市政府的议事局或议事科吗？可以这样吗？我相信民政党团严正表达抗议，真的可以垫付来处理吗？市长，你的灯会预算不能曝光吗？垫付案的意思，垫付完了先行之用了，到了明年度的预算我们再来做补正，补正的时候所有的相关预算全部说开支都完成，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审核，怎么样来监督？这是台中市议员对不起台中市民啊。局长可以来回答吗？萨巴卡马的工作报告合约书什么时候可以送议会？报告一做，什么时候可以送就好。灯会归灯会，这个萨巴卡马是另外一件事，跟议座报告灯会的部分哈。我们会特别的紧张。垫付案的部分是尊重主计单位的建议，那灯会的部分，哎，等一下跟您报告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时程已经非常赶，我们副灯区开灯的时间呢是今年的十月中，时间非常赶，我们都晓得。时间非常赶，所以先以我们1月31号就获得主办权。我们为什么1月31号之后追加预算不能办？跟你做报告，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不可以？我们从一月底获得主办权之后，不管是选址或者是评估分析跟中央的沟通，都需要非常多的时间。连我在大会提问的这个交通疏导计划，有送来议会吗？光是交通局长，你来说，你还交代科长打电话给我，结果计划书有送来吗？有做吗？剩多久灯会就要开始？你们到底是要台湾灯会，还是要台中灯会？讲清楚。包一座交通接驳计划7月3号决标，到现在基本上在经过1个月多，我们大概陆续每周都有开工作会议，一直在做计划书呢。是，相关的这个计划原则上8月底之后，这个是当初设定的其中报告，会在其中报告之后。台中市议会的议员要了解我们灯会的预算3亿5000万有这么的困难，这在历届台中市议会，虽然我是新科议员，从来没发生过啊，从来没发生过啦。所以交通疏导计划，我当初在大会也提过，整个这个交通阻塞的状况，甚至于我们当初的台中市政府还透过媒体来喊话，因为现场塞爆了，请市民不要来参加灯会。所以现在的台中市政府是吓到了吗？吓到了吗？包一座，这个部分我们原则上会做完的规划之后，会列出来相关需要交通接驳，甚至整地或是其他的这些经费需求，那需要去跟相关的中央单位去提出申请。局长，本局在这里严重要慎重要求，最后只有一个重点：台中市议会不是议事局，请在最短最快的时间把所有的明细科。好，接下来是张昌宇张议员。张昌宇议员不在，好，严立敏，我们的严副座不在。那我们现在的那个发言呢，到这里结束。因为早上严立敏主席的时候，有问在场的议员说，就到这个时候结束。他说好，不是大家都没有意见，好，就这样了。何议员。
啊，不是、啊，就没有，就到这里结束。好，来，那怎样？不是安怎啦？就照这样，啊，无大家拢走走，啊，搁人伫遮坐，啊，你再搁倒转来要搁讲？不要了，就照规矩来啊！来，怎样？那个正义。哎，那个，现在我还没讲完，所以我讲啊，就是因为在我们主席早上在这边，有议员在这里，也有民进党，有国民党，就问说到，哎，刚刚那个最后结束，大家都没有意见通过，那好，就做后来有留三分钟，要给郑三分啦，三分钟给郑议员，那郑议员你开始了哈。啊、不了，秘书长，那两个在的。你先讲啊。喂，哦，好、啊，那你等一下，你等一下，让我们秘书长把建议事项先读一下。奉主席指示哈，就今天的专案报告，综合议员的建议事项如下：一。2020台湾灯会筹办专案报告建议事项三点：一，请市政府妥善规划2020台湾灯会主副展区场地周边之停车场、接驳站与接驳车路线，以确保灯会期间交通顺畅，并降低活动带来的交通冲击。另于灯会展期结束后，请将可供典藏之花灯提供相关单位典藏与再利用，以符合环保永续价值。二，2020台湾灯会在台中筹办预算出估约新台币5亿元，交通部目前仅核定补助600万元及巡例分摊1200万元，与需求总经费相差悬殊，显不合理，请市政府积极持续提报计划，积极争取相关部会补助，同时寻求善用民间资源，以创造市府及合作单位之最大效益，并带动观光产值，提升整体经济效益。二，市政府防治登革热疫情专案报告建议事项一点：有关登革热疫情，本市今年截至目前既有个案病例41例，市政府应加强各项防治工作，相关单位应定期调查病媒蚊监测，发现病媒蚊指数偏高时应及时进行资生源清除工作，同时加强学校、公园、菜果园等场所之防治，并落实防疫教育，以创造健康城市。三，山海环线及捷运绿线延伸经补库交通部审查进度及经费补助专案报告建议事项两点：一，有关大台中山海环线，请市政府持续配合交通部审议作业，以加速核定本计划，并建请市政府全力争取中央比照台中都会区铁路高架捷运化计划，成功到追分双轨化工程，由中央专案全额补助经费。二，捷运绿线延伸案，请市政府尽速完成报告书修正后报请交通部审查，以利计划早日核定，并请持续向中央争取比照捷运绿线补助比例，以减轻地方政府财政负担，共创中央地方双赢。以上报告。好，那个等一下哈，等一下，刚刚秘书长报告的第二个部分，与需求总经费相差悬殊，那个
接下来的显不合理那个地方，我们把它擦掉。哦，就那四个字擦掉。啊，对。好，那怎样？等一下，好不好？我们。哦，好。感谢主席哈。针对头拄个结论，邓会啊、有讲要，其实伫市政府提案第五案吼，咱就有讲要垫付吼，垫付3,500,020啦吼。这本党团是反对吼，咱有偌济钱，咱有偌济土地国，偌济壁吼，啊做偌济工课，有偌济钱就做偌济工课。我想是安尼。啊，如果你若讲争取袂到，其实老师就议员，恁本党、恁家己党的、家己头拄讲的，嘛真有理哦。你若中央，你若讲是台湾灯会，好，我们也同意。你就由你如果自己没有钱，你就给中央去办嘛，哦。啊，中央台湾灯会他也应该多多少少负点责任嘛。啊，你台中市，你有偌济钱，你应该家己来心内有数。啊，无恁常常在讲，阮以前拢这个负债多少有多少，所以这嘛唔对，所以我即马真明确甲你建议，吼、哦，主席是不是采用我这个建议？咱真明确讲，本会吼不予同意垫付啦。啊，当然这是爱阁经过委员会啊，经过这个这个程程序吼。但是啊，我想伫今仔日的专案报告先该附带。啊，这个意见对吼，大会再去讲吼，我意见一下了吼，阿伯，那个报告大会啊，那个今天整天的议员发言了，有提到这个有关本市政府提案第五号案哈、啊，是有建议说，请市政府在8月12日上午之前。将那个细项资料送给本会全体议员参考了。哎，爱一人意见尔，啊，你爱看大会啊。啊，这嘛请请主席。好了，这样啦，这样就好了啦，好不好？不然我想应该个附带嘞，伊用啊附带，用附带安尼，我买用附带安尼啊，啊嘛不一定市政会照安尼啊，啊你但是你爱个附带嘞才对啊。这表示讲这是今仔日专案报告的结论之一，哦。就是加了啊。啊，加了。有加吗？嗯。我现在说的这有这样吗？我们也可以考虑由中央来，好不好？就这样，大部负担啊。哦，那就这样。我想市长这不用执着于那个那么多，反正建设都在台中都一样啦，对啊。不是啊，那个现在他秘书长报告的就是说8月12号上午九时前送细项资料给本会。全体议员，这样就 OK 了吧？哈、哦，好了哈、哦，好，那我们，啊，你说了，刚才林启峰议员有提到哈，台湾灯会 logo、啊、那个 CI 就是萨巴卡马跟台中市议会啊，不，台中市政府的合约书的部分哈，请这个合约书包含。工作计划书整份的合约书包含工作计划书送交本会议员，这个请送列进去啊。这是灯会的部分啊，不是啊，请那个局长你说一下吧。报告议座，这个合约内容应该要经过双方的同意才能够提供。我们跟这个、欸、这个合约书，你昨天就拿给记者看了。他没有拍内容，他只有拍封面。我们有说要公开吗？你的合约书10万块的合约书，你送交给本会议员看，包含工作计划书，议员不能看。议员当然可以看，但是我们还是要议员不能看，我们要包含工作计划书送给议员检视有问题。这个双方议员不要公开，双方议员不能看吗？如果双方同意，我们就提供给议员，好不好？可以啊，不要公开。不是，你今天你的合约书跟工作计划书为什么不能提供给议员？是议员不能检视吗？这样好不好？请教理局依他们这个合约书跟工作计划书，为什么议员不能检视？我们依规定来办理，好不好？你的规定是什么规定？议员要检视你的合约书跟工作计划书有问题吗？
今天议员要检视有问题，怎么会有什么问题？今天这样子是议员是自我阉割，送有疑问的东西送交大会，议员检视。会做哈，其实呢，这个灯会的 CEO 我们也召开过记者会。你召开过记者会，我们要看你们的合约书，包括你们的工作计划的部分。你就依采购法可以提供，就提供我们依法规来办理，好不好？对了，嘿啦，你要提供啊，你要说你愿意提供嘛，你又没有在干什么，你就提供啦，那个什么，对嘛，你要提供嘛。好，陈议员来。喂喂。谢谢主席哈，我刚刚现在安尼啦，我们整个专案报告哈，没有什么附带决议的这个问题啦哈。你头要做一个这个结论的时阵吼，就做一个结论啦哈。整个预算都送出来是市政府他的权利啦，他送出来一用是不是红协议的管理啦，对不？啊，那我们审查是审查，那下个礼拜就是我们的林局长，你有说要把这个细目马上送出来，就是下个礼拜我们委员会出来审查嘛，要每个议员都发给他们啦。好吧，我们希望说像这个有细目的话，以后也是这样子，也要发给我们各位每个议员啦，好不好？报告一说，我下礼拜一定送给所有议员。那另外提醒一下，这电复安时间是相当急迫的，因为我们要制灯也需要时间，要上网公告这些都需要。对，我们尊重市府的，我们尊重市府你们所要用的方式嘛，好不好？哦。好了，谢谢陈天议员。好，那好，那我们来，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发言就到现在这里结束啊。但是有那个郑公进议员三分钟，三分钟，会务群的三分、哦，因为他这边有记录三分。哦，三分钟。本席哦要求讲，我伫发言的中间。甲无相关的人员袂使甲我录影，啊嘛袂使拿麦克风插嘴，哦，这牵涉到个人的权利。局长，八月初三，人去当成功国小借场地，用一张台中市警察局第三分局主办单位。去甲成功国小照讲要办亲子交通这个集会，是不是会当请教育局来说明一下，什么人去成功国小照场地？报告议员，我们在跟学校调阅的资料结果的话，我们是两位，一位是罗廷伟议员，还一位是警察局第三分局。行文申请。我另外，我这等下要提起法院的，你讲话要负责任哦。有没有一些资料，就是说有正式的？第二个是谁？第二个单位是谁？第一个是罗廷伟议员，第二个是警察局第三分局。什么人？署名的那个是公文上署名的是陈武康。陈武康有去？你有讲哦吼？你讲伊去借的哦？他是公文上是都这样写。好，来，公文核准是核准哪一个单位？学校内部的签呈的话是。言论有查无？我再叫你言论来查来，你有查无？申请公文。那个申请内部申请的，内部签呈的表格。两个都是拢有去成功国小照。两个都有正式的公文。正式的公文。警察局第三分局伊有放主办单位无？他是协办。协办，安尼好，你有证件吼？他这边成功国小公益是主办单位哦。两个都是申请人，他是协办的话是在海报里面是协办。主办，我正在来讲原文，主办是谁？申请里面两位都是申请人，主办是谁？两位，一个是议员罗廷伟议员，一个是主办单位哦。上面他有两张公文哦，一张是协办哦，一张是主办哦。公文里面两个都是申请办理活动，他不会说要主办。教育局说校长不用来，我是让准许你去带哦。下一次你也要去法庭来跟法官解释哦。我们有正式的公文可以参桌。那你说有两张哦？对，肯定哦。有正式的。好，那我们。十分钟要交啦，无啦三分啦。
那今天我们的会议到此结束了。